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 11月8号星期二的这个星座运势，运势最好的星座有狮子座，狮子座的朋友们能够透过帮助他人得到大家的感谢。巨蟹座的朋友们呢，有机会调停纷争，然后去整合一些手边的资源。天秤座的朋友们可以锁定目标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有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因为最近季节变化，小心身体方面的问题。还有水瓶座的朋友们，出门在外留意交通安全的状况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数字是5，颜色是橘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绿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咖啡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灰黑色。